当年我儿子给我镶的，听的，斩了包换。哎呀，我都看见了，这两个金牙你们也好意思要啊？这是人家吃饭的本钱。哎呀，师叔，你就，你平常看见你戴这两个牙坠，我心里都沉得慌。自己拔了，轻松多了吧？ 师叔，你少说两句，这没你事儿。哎，这大过年的，怎么一个个弄得像放食人似的？讨债的难，躲债的也难。你们消消气好不好？消消气，这样吧，这个这次过年你们上我那儿去，饭管吃，啊，鸡蛋也管吃，啊。哎，你们谁会下棋呀？ 哎，你不会吗？啊，这个，不会啊，也哄我高兴的话，你们有鸡吃了，又酒喝了。嗯哼。哎呦，哎呦，哎，好，久不见了。对对对对，一会儿好，一会儿好。哎，哎，这不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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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老董，哎呀，老董，你看你上这个地方来请人家吃饭，你都有这个钱，你不能还我钱了？你连事也不懂了，我不请客，打不开市场，马上还钱。不是，我得先打开。问题是你这欠我的。 来来来，咱们就这儿。老板，开心点，开心点，开心点。是这个情况，昨天我打算收集好，又是昨天浪费一顿，今天请大家来，咱们尽情的造，和他个一醉方休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，就这点钱啊。好，走走走，不客气，来来，走走走。你看你写的这酒气真好啊！今天咱们就尽情，我们这是谁家的孩子？抓着小孩，别跑！ 你前面要回来挨了打，亏你还笑了出来，疼不疼？今天这个有比要回来前还高兴的事呢。为什么呢？对吧，小旭？你们两个搞什么？哎，跟你妈妈讲讲，他们打我的时候你怎么叫的？讲讲呢？还这样说。
别打我吧。小旭，你要做个诚实的孩子啊。你刚才喊的别打谁？跟妈妈讲实话啊，刚刚说的别打谁？我说，你怎么欺负我呢？你明明刚才喊的是别打我爸呢，他刚才真的真的。我相信你，你是真的信。哎呀！宝贝，这茶粉机不会用，烫着了。What? Baby， 妈妈也很想你呀、啊。接着姐姐，妈妈明天就订机票赶回去，好不好？什么？不想要姐姐 ？Oh no! Don't cry, don't cry, baby。妈妈没说姐姐跟咱们一起住啊。嗯，妈妈保证。亲妈妈一口。嗯，哇！你弟弟他一直在哭，妈妈是在哄他。我不跟你们住在一起了，你把我送哪儿？美国有特别好的寄宿学校，当然了，你愿意留在家里也可以。咱们慢慢来，给妈妈点时间好吗？小心点啊！哎呀，行不行啊？什么行不行啊？哎，我要自己玩的，你给我抢走了！哇！哈哈哈！哈哈！哈！灯亮了啊！哎，亮了亮了！小旭，快快快快快，给他弄下来！往我身上扑。暖的嘛，你还满意吗？啊，满意。汤圆好了吗？好啦，好啦。汤圆好了。饿了吧，儿子？嗯。啊？走，上车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我就在这吃。这下雪呢。下雪好玩。就灌他一次吧。在这儿吃你冷不冷？饿了吧，儿子？啊？先吃个糖。今天允许你随便吃糖。熟了吧，应该熟了。我今天包的这个汤圆里头呢是有东西的啊，看谁能吃到。什么东西啊？你吃到就知道了呀。吃到的人呢就代表有福气，没有吃到的人是要表演节目的啊。熟了没？好吃吗？熟了。好吃，啊，我吃肉了，我也吃到了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是扣子，耶！我烫到了。哎，我们三个是不是应该干一下呢？好啊，王旭同学。你讲点什么吧。我们一家人过年好。
杯。过年好。过年好。兄弟，你为什么非要现金呢？过年了嘛，急等的全用了，所以要不然我不可能价格跟你要这么低的。嗯，你刚才不是检查过了吗？没跑多长时间，好用的很，放心吧。谢谢。这叫不卖，谁不许动我的车？都已经卖给叔叔了哈。现在不是我要坐他上学。你坐上学也不是我们家的车了，走走走，快点快点，别耽误事。听话。好了好了，我们再买个好的啊。我知道你们要钱过年，我比你们还急。可是你们这样就是逼死我，也要不到一分钱呀！夏厂长，咱们厂子一直没有停过工，效益一直都很好，怎么却一直发不起工资呢？对呀，你到底听我说呀，怎么回事呀？你给个说法呀！厂长，牵扯这事儿了，都是拖欠款、三角债，人家就是不给，我有什么办法呀？那我们怎么过年？明天我跟老婆过年呀，老婆孩子等着过年呢。张会计，厂长，我都催过了，没一个人接电话。陈家和呢？夏厂长，工资我们是一定要要的，年终奖和分红我们都不要了，反正工资一定要给我发。这是我们血汗钱。陈厂长，陈江河，陈江河，老夏，哎呀，这大过年的，你带着老婆和孩子跑这儿干嘛来了？老夏，啊，货款，钱，啊，张会计，张会计，来，压一下，快，什么回事啊？谢，钱，厂长，十几万呢！肯定被砸了呀！砸了！啊，货还在吗？货在不在呀？说话！来，乔哥不是好多人等着要债吗？就是被我叔都给请到家里喝酒去了。你为什么从这儿下来呢？
脑子坏掉了，那我以后还叫他爸吗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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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更年不分顺序拿钱。我二爷嗖的一下子操起了那个铁扁担，照着小日本的腰里就拦着一下，哇，小鬼子就嗷的一下就倒下了。哎，真厉害，真厉害。我二爷的这个火弹里又多了两个手榴弹和一把军刀。好，你们这跳个狼，这个连手榴弹都敢卖？是啊，天下有的东西我们都能卖。我操！真的厉害，真的厉害！天哪！是吧？啊，李书记，你们可算回来了。怎么电话里也没跟我讲清楚呢？江河，哦，骆玉珠，骆老板，哎呦，你这财神爷来的真不是时候，我们听你说就说上得劲儿了。天哪！来来，过来喝，一起喝一杯。好，来来来，接着说，接着说，我先敬大家啊！来来来，好，我先敬大家啊！来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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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。来来来，慢点，都慢点。哎呀，喝了不少。哎，好，慢走慢走啊。哎，谢谢谢谢。哎，好酒好酒，谢谢谢谢。今天是我谢谢你们才对。不客气不客气。没事吧？我谢谢我。哎，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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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哎，吴厂长，哎，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江河，哎，我没想到你拿钱回来。你叔家的鸡真好吃，酒也好喝，好喝就再来，好吧？好，好，好，我不白吃。我跟你说，等我厂里资金回笼，我把你叔家的鸡全买了，我给全厂买鸡。我替我叔谢谢您了。就这么地，哎，别送了，走了。好。哎，江河，哎，我对不住你，你这个人可交。走了。好好写啊。人都走光了，哎，钱也发光了吧？发光了。嗯，要谈谈你们的打算了。去银行贷款呗，那所有事情重新开始呗。我这儿有四只会下蛋的母鸡，还有六坛子藏了多年的老酒。啊。多少钱？您定，我给。你是个明白人，我们就来把这个账算一算吧。爸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应该的，乔哥。对对对，算账算账算账。算账。对对对，算账算账。那您讲，我们两口子听。前两天政府给我打电话，说我们那个养鸡场要建成新的商城。马上就要拆迁，要么高价给我现款，要么给我几个摊位。爸，怎么没听你说过呀？折算成几个摊位？爸，您这也太能藏事儿了吧？这两天还一直在哭穷呢。我打算拿我这个养鸡场跟你们入股，行吗？啊，
你想用那个要拆了的养鸡场入股？嗯，放心，我不会耍赖。谁叫你们当初早就把我拼上了？还有你们给我出的医疗费、住院费，都算在给我的工钱上面。我是无功不受禄，啊，不然我夜晚睡不着觉。不行，叔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事情不能这么算。为什么哈？八个摊位，如果说给你八个摊位的话，你不要现金的啊？不是，这好大一笔的，你这东西你到我这，你自己做，算我三分之一。你们也别客气了，你们在外面人缘广，啊，在外面跑生意、跑项目，我在家里出主意，这你们不会吃亏吧？嗯，我还就是看中你们俩这个买卖了。不管你们这个项目将来发展的有多大，我只占你们的三分之一的收成和决定权。定了。是。定了。定了。那好，那我这第一个建议就是，拆迁费不要，我只要那八个摊位。我完全同意。资金困难一点，吃点苦，我们是能扛过去的。摊位可是个好东西啊，将来一定会涨钱的。要说金，哪能比这里落于猪心呢？八个摊位，租出去都能赚好多钱。买卖做不大，我跟你讲，对不起这摊位。听我说，真是拿我当儿子呢。老公，嗯，你放心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一定对他老人家好，我会特别忍让他，尊重他。他不光要了分成，还要了三分之一的决定权。你是后悔了，你还是害怕了？你跟谁一条心啊？现在肯定是跟你们一条心。以后呢？等孩子生下来再说吧。那他可能出不来。永远跟你们一条心。你看，只要你跟我是一条心，我们永远是。二比一。跟他说话，他就动，说明他对你的声音很兴奋。哦，你再跟他说说话。儿子，哎，你不要着急，你就老老实实的在你妈肚子里待着。他不在我肚子里待着，他去哪儿啊？你能不能说点有利于他大脑发育的？好了，你别说了。你不说话才最利于他大脑发育。我是。等办完手续，后天我就要走了。你想跟你妈走吗？我听到她给美国的小弟弟打电话，好像那小孩子在闹，不想让我进家。我妈说要把我送到寄宿学校。我跟你一样。大人都是这样，喜新厌旧，有了新家就不想有自己的孩子。王旭，你跟我不一样，
崔叔叔对你挺好的。等那小孩生下来就说不准了，我跟你一样。他们有了新的孩子，不会再要我了。我想我爸，我也想我爸。回来了，叫小旭吃饭吧。小旭在哪儿啊？什么小旭在哪儿？你不是接他放学了吗？我去学校堵了半天，没有动静，没找到他们人。然后后来那个大爷跟我讲，说他早就跟秋妍出去了。那俩孩子没回来啊？这孩子现在野的饭都不知道回来吃了。是，陈先生。陈先生。哦。陈先生。哎，嫂子，嫂子，怎么了？秋妍在你们这儿吗？真不在。秋妍怎么了？问秋妍呢？秋妍和我们家孩子放学就一起走了。去哪儿了呢？李叔，刚才有人看见他带着秋妍去了火车站。这臭小子，他不会带着秋妍去赣州了吧？所以说，你现在赶紧回家歇着，我去赣州。你觉得我在家歇得住吗？你这个样子，你怎么……哎呀，你不要废话了。走。麻烦问一下，你见过这两个孩子吗？没有。还领着一个小孩，一高一低。啊，没有，不好意思。谢谢。叔，你有没有看到过这个孩子？还有一个小姑娘也这么高。我也看到过。你们有看到过这个小哥哥吗？没有。拉着我的手，别怕。哼，王旭，你说了多少次不要怕？是你自己怕吧？才没有！
跟我说，小旭，你看我急死了，你妈挺个大肚子，叫了你那么久，你敢急死我一点？爸爸，别再打了，不说了，爸爸。爷爷呢？爷爷，那个，时间还来得及的，再让他们俩说会儿话吧。这是我生命里最开心的一天，让你挨饿还乱跑，还开心。可是我就是要走了。送给你。等我长大了，我去国外看你。不，我会回来的。妍妍，快登机了，我们快去跟干爸干妈说再见啊。干的，过一会儿你抹这儿。水哪儿去了？吸进去了呀。啊？好吧，看，特别干。真是没漏哎。那尿壶不盛的比这个多吗？尿壶不总得把尿吗？现在孩子多金贵啊，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全得指着这一个孩子。你看你的名字。生怕孩子受一点罪，这个东西虽然贵一点，它不护孩子屁股呀，将来肯定是抢手货。啊？啊？哎呀，你不说话是什么意思？说不清楚，给我定金，我抢货去。这个定金这个问题呢，就是。我们家这个钱呢是这样哈，刚回来也没有几个月，
所以我个人觉得，好钢用在这个刀刃上，我们稳当一下啊。是，我认为进那些五金货还是比较踏实的。哎，五金商品它不是必需品啊！哎呀，这一次你们俩一定要听我的。你再等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东西一到市场上来，别人用过了，知道好了，你就抢不到货了，这商机一下就过去了。我这，你说五金货它不是一个必需品，你这个东西就是必需品了？对你来说当然不是必需品了，那孩子是必需品啊，刚生孩子的家庭肯定得用这个。问题也不是所有的家庭天天没事就生孩子需要这个东西吧，对不对？但他，我跟你说不清楚，回去吧。把包给我，起来。哎哎哎哎，你看你又急，你别给我动了胎气啊！你们小时候也没用尿不湿，不就照样把你们给养大了吗？现在孩子也快生了，他这个想法啊，有点想一出是一出。猪脑子。同志，哎呀哎呀，我求求您帮个忙，你就帮我转一下好不好？我只有你们这个总机的电话，我还是那个义乌的。哎，对对对，哎呀，你能不能先把货发过来？出厂价高一点都没有关系，我们可以商量商量，好吧？喂，喂，同志，喂。姐，你要不就别打了吧？你都打一天了，这边肯定也烦了。那么较真干嘛呀？不就是一批尿垫吗？尿不湿，尿不湿，我说了八百遍了，尿不湿。行行行行，尿不湿，尿不湿，那也不用那么急呀。你这万一肚子里面的孩子，什么？你别跟我聊孩子，等你当了妈再说吧。你哥回来，你跟他说一声啊，我拉货去了。哎呀，不行，我都不能让你去的。我今天要不去，这批货就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了。哎呦，不行不行，你这怀孕了，这肚子不行，万一有什么危险的话，要不你等我哥回来，我等你哥回来，黄花菜都凉了。行行行。哎呀，哎呀，玉书姐，哎呀，那我陪你去好了。嘿，宝宝，陈老板，你们厨房五金的质量很不错，我想加大批发量，不过。这个价钱方面，是不是还可以再让一让啊？陈老板，哎，你这样，你稍等一下，不好意思啊，你等我一下啊。哎，男孩女孩啊？女孩。哦。难怪这么漂亮，奶声奶气的。我再麻烦您打听一下啊，这个是尿不湿吧？对。哦，我们家也有小孩，我现在正是四处去寻找，我想给他买这个东西，但是不知道在哪里买的，能方便问一下您吗？这是一个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，国内还没有卖的呢。不对。我听说有人在国内卖这个东西，所以我才打算最近就要去买。是吗？那如果要是国内有卖的，其实你也就不用从国外带了，对吧？那当然了，那就太好了。哦，这东西有那么好吗？还挺好，挺好的。哦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嗯。来，给小娃娃一个红包。嗯。你好，哎，你好，我能不能用一下电话呢？哦，可以的。好，外线多少？哦，外线拨零收费的。哎，你好。哎哎哎，帮我找一下那个骆玉珠啊。买单是吗？好的。哦，江河啊，那个玉珠她刚走。你这样，那你找一下我们家丁摊的巧姑。巧姑这会儿也不在，我这奇怪呢，两个人都出去了。哦，再见。
没跟你们说吗？咱们的尿不湿不供应国内，什么人都见，我见得过梁某华。不是厂长，你看他那肚子，他肚子怎么了？你看，郑厂长，我们是义乌来的，我给厂子打了一天的电话也没人接，所以我只有坐了3个小时的火车到这儿来了。我想当面跟您聊聊，知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？好，好，好，去办公室坐下说。哎，好的，好的。小伙子，谢谢。哎呦，你们别客气，谢谢。我欠你们的，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咱们的尿不湿刚刚研发出来，正打算试销香港、东南亚市场，这国内市场，咱们暂时不考虑。为什么不考虑呢？咱们国内有几个能接受一次性的东西啊？咱们的老百姓啊，这习惯还停留在尿布的概念当中呢，洗完晾干，重复使用，经济实惠啊。郑厂长，您做过市场调研吗？尿不湿是你们那一代人的习惯吧？